Welcome to the Roos Plans China,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2005. My name is Eric Somnell. I'm general manager for the Roos Plans China. We are the biggest producer for calibrated young plants such as bromelias, calathea, spotophyllum, succulents, nepenthes, and many more. Our production manager, Lu Yafei, will introduce the plants. 大家好，我是德鲁士金山基地的智控部经理卢亚飞。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温室的具体种植情况。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组培室，通俗的讲，它就是现代化的植物组培工厂。这个设备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无尘的一个超净工作台，所有的种苗、切割、生产全部要在这个无菌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大家现在看到我手里边拿的这盒苗就是凤梨种苗，是通过组培来进行一个扩繁的。然后这个组培苗第一步会定植在温室里边的泡沫盒里边，进行一段时间的驯化。驯化完成之后，然后通过工人分级筛选，然后定植在第二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步操作就是凤梨种苗经过的最后一步操作。然后因为尺寸的生长空间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分级，然后空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现在这个是满盘，然后我们现在分成一个空间会增大一倍的空间盘里边，然后进行一段时间的生长，达到一个出货标准，然后我们会把它筛选出来进行一个发货。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温室的作为凤梨种苗生产的这个温室。那么现在看到的这盘凤梨种苗它已经长了一年，它的适合生长温度在24到26是它的最适合温度，冬天的温度不能低于18度，夏季高温必须保证在30度以内。那么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必须配套的先进的温室设备，加温系统、降温系统、帘幕系统还有喷雾系统，来满足它一个整个过程的生长。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步操作就是凤梨种苗达到一个出货标准，然后通过工人分级，然后脱水。所谓的脱水就是把叶杯里边的水甩干之后，经过简单的晾晒，打包进泡沫箱，然后进行一个发货。刚才我们看到的凤梨种苗，然后现在带领大家来参观我们的茱萸种苗。凤梨种苗我们拥有自己的品种保护权，涉及到100多个品种。那么茱萸也是我们自身的产品，然后在市场备受欢迎的油画茱萸也是我们的品种之一。大家好，我是来自德鲁士的尚丽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我们的凤梨成品展示区域，我们也有世界上最多的凤梨种植资源。现在摆在我们桌面上的都是一些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品种。首先，这两盆颜色不一样的小辣椒是我们的英格类的凤梨系列，这一盆比较特别的这种小鞭炮也是英格类的系列。那我们可以看到英格类的系列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它们除了叶片不一样之外，形状也很不一样，所以有些东西很适合家庭摆放，有些东西适合一些会场啊，一些大型的活动的装饰。同时，这两盆是我们的光萼褐属，也是我们公司的新品种。光萼褐属这个叶片和英格类和果子蔓最大的不同是它上面有一些刺，所以平时大家要小心一些。如果在家庭摆放的时候，注意不要让小朋友碰到。这一盆也是果子蔓系列，果子蔓系列的颜色我们非常的丰富，除了我们市场上常见的红色、黄色，也有一些白色、粉色，所以非常适合一些家庭摆放。这两盆比较 Q 的是我们的凤梨系列小菠萝，我们称为凤梨先生和凤梨小姐。相信大家一定比较关注我们的家庭养护要点。家庭养护首先我们选择的土壤，我们要求是疏松肥沃的土质质土壤。如果要使凤梨的花头叶色明亮，那么我们光照就需要有一定的要求。我们夏季的时候应该要避免阳光直射，但是冬季的时候我们要保证4到5小时的阳光照射时间。接下来我们对于温度和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我们的温度要求在18到25摄氏度，湿度要求在60%到80%之间。凤梨的根部根系极不发达，所以它的营养和水分的吸收主要来自于叶片。那么我们对于浇水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一下，晴天的时候最好需要每天给它喷洒一部分的水，从它的叶片到它的基部，但不可以做大量的喷灌。
阴雨天我们不建议浇水。凤梨品种的病虫害相对来说比较少，只要我们大家能从土壤、温湿度、光照、水分几个方面来把控一下的话，相信大家也可以养出像我面前这么漂亮的植物。 Quality Perfection The Rose Plants Thank you 谢谢，再见。